喜数学。知名美妆节目盛大举办2021票选活动，其中日本护肤保养品牌以胎盘素为主打，胎盘精华液与夜间保湿乳霜再度获得双料肯定，拿下网络通贩最佳逆龄精华液赏及最佳润泽乳霜赏。很谢谢我们品牌这次可以获得女大的最佳美妆大赏，那很谢谢评审跟观众给我们 Sinova 一个支持，那我们未来也会多加的努力。这个也是我的爱用，刘韵老师介绍这个商品在现场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惊艳，然后很神奇，因为我用产品都是直接从胸下开始这样往上涂，大概3天我就用掉了。2017年品牌跨足台湾市场，随着持续推广与口碑累积，逐年稳定成长。去年新北市欢乐耶诞城还邀请代言人杨景华现身分享保养秘诀。个独特的魅力就是它的胎盘素添加为22%，那它主要是俄罗斯科学研究学院所研发出的乳化萃取法。台湾民众对胎盘素的保养认知越来越高，不受疫情的影响，反而我们品牌的业绩逆势成长。品牌保养实力获得专家网友肯定，美妆赏活动与业绩表现都成功缴出漂亮成绩。